看见没有，上着听来的啊，来了啊，来了。小姨夫，怎么的？我问你啊，你看你这，你一天到晚你这忙什么呢？忙啥啊？啥忙我忙啥？哎呀，把我累的。那你今天忙啥呀？今天没事儿。今天啥日子？重要日子。关键日子。对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我要账。哎呀，你要什么账啊？ 干啥呀你们？怎么这么个心态呢？见不得别人好，咱们还是亲戚呢。啊，对呀。再说我是那个种钱财的人吗？多一个零少一个零，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哎呀，三千繁华，弹指刹那，百年之后一把黄沙。你这境界，哎呀，没有。小姨夫，喝点，你这么一说，你的境界很高啊。干啥呢你俩？啊，那个草土豆丝儿。说点饭。对，做啥饭啊？把土豆丝倒掉。啊，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吃海鲜，我请客。哎呦，吃海鲜呢？你们家太热了，有水没有？有有有，有水有水。倒上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别激动。慢点慢点。小姨夫，那个。 你们公司有个叫李兴国的吧？李兴国我知道。他是第二个名，他得了一万二。哎，怎么的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李兴国得多少？得一万二啊。他凭啥一万二？他就是一万二啊。啊？李兴国一万二？怎么了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 不是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是吗？他拿一万二比你多点儿能有什么关系呀？关系大了。啊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那可能是领导认为他比你贡献大。对，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他拿一万二，我应该拿12万。哎呦，不是。 他是不是跟你们赵总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，这可能。都是男的，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呀，妹夫啊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你听我说，那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是吧？名利都是过眼云烟，三千繁华弹指刹那，百年过后一把黄沙。背词挺快呀。说的对，对，是，我听你的。哎呀。 你要不然，哎，对，没事，怎么着？这是，哎，哎，小姨夫，醒醒，别动着，哎哎，别在这儿睡啊，缓缓。你说的对，啊，我不还是经理呢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他还是保洁。是是，就是，哎，这我说吃啥？待会儿啊，那个，你们吃不吃海鲜吗？吃啥海鲜？土豆丝没到，就吃土豆丝吧。 我的妈呀！海鲜和土豆丝儿，这差别也太大了，落差了。我落差更大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哎呀。
来，小姨吧，喝水。其实啊，你们公司有比你拿的少的，怎么样？大多数比我拿的少，我叫王二愣的吗？王二愣，我知道，王二愣拿了8000。我的妈呀！又怎么了？哎呀呀呀呀！别，小姨夫又怎么了？王二愣拿多少？8000呢？8000啊！王二愣，王咱不说了，二愣，明白了吧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大傻子，在我们单位，哎呀，你跟他说句话，他3天听不懂啊；他跟你说句话，你也3天听不懂，明白了吧？不是，他拿8000，我应该拿8亿。小姨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他拿8000。你不还比他多2000呢吗？我是比他多2000块钱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掉了2000层脸皮。哎呀，在单位我还怎么混？哎呀，心理格局啊，对，钱财身外之物，哎，名利过眼云烟，3000繁华、哎、弹指刹那，百年之后一把黄沙。哇，你要再撒黄沙，我就自杀。哎呀，行了，妹夫，你不是要请俺吃饭去吗？对呀、啊，咱们去吃饭去吧。吃啥饭？你们俩高血压那么大，你别吃饭了。吃海鲜和高血压有关吗？当然了啊！你就说吃土豆丝儿，不完了吧？那主食呢？对呀、啊，下点挂面。我的妈呀，挂面了！我也在这吃，还多一口人还。行了，也不怪我小姨夫啊，他生气。啊！我发现了，他们这个单位啊有问题，不公平嘛！你算说对了啊！现在我们单位，我跟你说，有本事的人不用啊，没本事的人贼用，完了以后贼多钱。烦死了啊！你放心，你的事儿我得管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打什么电话？怎么回？还不够丢人的呢。算了，几千块钱嘛，我想开了。那行，那不打了。能打还是打吧。主六就丢人了。那行，你给他打啊！你说话隐晦点。行，别说咱俩在一起。你出去打。行，我出去的，你快点回来啊！好。妹夫，我说你着这么大急，你真犯不上。多得点钱，少得点钱，能怎么着？是不是？咱们还有那1万呢。对呀。打完了没有？哎，我刚出去，还没打钱呢。你过来。你姐夫刚才说的对啊，你听姐的，那不就差那1万块钱吗？是不是？要说这个心态呀、啊，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那宽敞的多。但是要论这生活经验，那姐和姐夫还是比你的差。咱俩在这放屁呢。哎，陈世芳，这人呢？哎，哎，说好了没有？哎呦，全打听清楚了。来，说。哎呀，小姨夫，咋回事啊？这下全明白了啊。李兴国、王二愣，确实都是那些钱，凭什么？但不是奖金啊，是生活补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听见没有？啊，平衡了。这怎么？生活补贴啊？啥意思？生活补贴说明他们过得没我好，是不？多点钱怎么了？不是，他还是比你多呀，人家是12000啊，多2万才好呢，说明他生活更不好。不但我不嫉妒，我还要拿出我这1万块钱的当中的一些钱，我给他，我补贴他，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小姨夫，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，那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告诉你吧。什么事儿？你们单位新调来一个经理。对呀、啊，跟你同名同姓。是的，我知道。3天前调来的，我还没见面呢。他还是没明白，也就是说，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，第一个名跟你同名同姓。哎，哎，小姨夫，妈，爸都别管他，这种事让他自己行。啊？能行？哎，不是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打电话。打什么电话？别打干什么电话？电话呀！哎呀，你别打电话，小姨夫，就刚才你这出，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，让你看看你什么样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刚才这一系列的事儿都是我编的故事。我
我整不死。哎呀，哎呦喂，小姨，我这么做主要是想让你知道什么叫舍得，什么叫舍，什么叫得。你就舍得我，回一边去！你上一边去，上一边。别闹病，好好好，坐下。来来来，我跟他谈谈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快坐，快坐。你那什么，你上一边去啊？那个，咱俩聊聊，我也采访采访你，好不好？我问问你，你幸福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幸福吗？那阵儿不过去了吗？不是，在你这儿没过去，你就告诉我，你生活的幸不幸福？幸福啊，我每天忙忙碌碌，上下班挺充实，挺幸福啊。家里呢？谁家？你家呗，谁家呀？家里挺好啊。你是挺好的，你考没考虑过你家里另一半的感受？人家嫁给你，那就是打算风雨同舟，跟你相依相伴一辈子的，跟你挣钱多钱少没有关系。家不是旅馆，男人在外边乘风破浪，你得不时地回到家这个港湾去休养生息，加油补给，听明白了吗？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日子了。陈师傅，说啥我一句没听懂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，怎么了？我爸的意思啊，说你该加油了。我车上还有两格呢。哎呀，没说你的车，是说你这艘破船。哎呀，行了，妹夫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对，我妹子，你媳妇儿过生日，忘了吧？啊，今天几号？你看看。哎呀，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对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把二月当31天过了。哎呀。那怎么办？给他打个电话。不是，没买花的。得了，别来那套了，实婚的吧，赶紧回家接他去啊！就在我家，咱们热热闹闹的过一个生日，行不行？对，我土豆丝都给他炒好了。对，菜都预备了。姐，姐夫，哎，盛峰，你们今天真的实实乎乎给我上了一课。你们要是不给我维修我这艘破船呢？今天有可能就出礁了。谢谢你们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去接他。好，对，好，好好说啊，态度好点。你先过来，先过来。不是，怎么还有事儿啊？这回能好点。我奖金到底多少？一万啊！说准了。我清楚的看见了。土豆丝倒掉。今天跟我出去吃海鲜啊！都去。我先打个电话。你打电话吧。喂，老婆，你等等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行了，你别骂人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这大半年我没有怎么照顾你，我憋个大的。待会儿啊，我就给你个惊喜。我去接你啊！好好好，走了走了，哎，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小姨夫这人挺好的。不是。啊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啊，妈问你个事儿。你说说。那个他真得10000呐？得个鸡爪子他。哎。妈呀，那一会儿回来，那要犯心脏病可咋整啊？爸妈，我也有这个阶段，我是过来人，实在不行我拿10000块钱给赵总当奖金给他发过去。要是10000块钱能把小姨夫的心态买回来，这10000块钱花得多值啊！哎呀，二姑爷啊！你的心态挺正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在咱们家我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其他人都是藕。哎，那我呢？你是藕片儿。你还给我改刀了你。哎呀，这爷俩。